间哦。然后其他的朋友，你们在台湾是退休了，是不是？然后啊，台湾啊，那我就移民过来喽。好，欢迎。啊，你说有什么问题？啊，很多人说，哎呀，当老板其实不是太爽，因为啊，在过去的20年，我的创业的那个路途上面啊，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你用什么形容最简单呢？就是用一个过山车。大家有玩过吗？过山车？有啊，爽吗？爬到高高的时候，你看上去是不是很漂亮，对不对？对。但是冲下来的时候，哪一个状况，是不是吓死人了？是。很害怕，对吗？所以啊，我的事业是用这一个来形容的。在2012年啊，我就做了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决定，我觉得应该要给我自己多一次的机会，因为以前啊，我跌下来的时候跌得太惨，所以呢就不敢去梦，我的梦想就没掉了。那当时候啊，我就了解结识几个的平台，了解完之后，我就做了这个最大的决定，我就把我的传统的自己的公司，我就把它关掉，我就不做了。然后全力的去跟杰斯一起去发展，那我就用了1年的时间，就成为了钻石的总裁。其实我相信，不管在世界什么的国家，每一个人我都相信，如果有机会可以你自己啊掌握你的未来，我们要不要？要，我相信肯定要，对吗？但是好多时候看到，哎呀，我知道我要做生意，谢谢。好多时候呢，我们看，如果有的选择，好多人想，哎呀，我要打工好还是做生意好？因为如果我从小到大我就想嘛，一定是做生意。为什么？因为只有做生意呢，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对不对？对，才能达到我们的财务的自由。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啊，现在如果我们要创业，我们有两个的方法，有两个大的规律的。一，我们做生意要不要投资？要，肯定要，对吗？做生意没有投资了，第一种方法就是我做传统的生意了，我投了钱了，就交学费。因为做生意有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做的？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的，就是自己怎么做，去摸索的当老板，摸索的方法。当我们可能用一段的时间摸出来有一条路了，已经摸到你的方法了，很可惜，可能在市场有什么的经济的变动，还是有什么的问题啊，搞到重新可能啊再投钱下去。那有些朋友说啊，不是啊 Patrick 啊，我要创业，有人教我怎么做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加盟的创业。大家在台湾有没有 7-Eleven？ 有没有？有。有麦当劳，对吗？有。那如果今天我要去做麦当劳的老板，我要不要？哎呀，我懂得怎么炸你的薯条啊，怎么去搞你的汉堡包，我要懂吗？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因为他已经有一套的系统，对吗？对。那这个系统你能免费给你吗？肯定不行。我们加盟了，一定要给一个什么加盟金，就是你付出几个加盟金呢，去买人家的 know how， 买人家的经验买过来，他就教你怎么做。所以，如果我们要创业，都离不开要花钱的，对不对？对。好，如果我们说，成功的创业，我们必须要的有两个非常大的关键。第一，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实际的平台。什么叫实际的平台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趋势的发展。好像在香港好多年前，从台湾啊，有好多台湾的小吃啊，就带到香港去了。以前10多年前啊，就好多开什么店啊，开那个珍珠奶茶。台湾是很出名，对吗？对。以前最早开珍珠奶茶的时候，在香港很赚钱的。但是你说现在呢，是不是竞争很大？是。所以我们做事情要做一个什么？一个趋势的一个平台，一个趋势。第二，很重要，就是一个完善的一个系统。好像刚刚我说的，如果你说麦当劳，你说 7-Eleven， 他们经营有一套的方法了，但是这个是我们叫什么？完善的一个系统。所以呢，现在最实际的一个最大的趋势的平台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的美商杰斯 Genex。 为什么我这样说了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平台所做的了，第一，
我们做的产品呢是用一个抗衰老的生物的科技。我想问现在所有的人在场 的朋友了啊，如果给你有的选择，你喜欢想青春舍去怎么讲 OK， 青春长足，还是想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如果给你有的选择了，你是不是已经保留你我们的青春，对吧？是。而且这几年了，你看到有好多的科学家他都在研究什么，研究人怎么可以长生不老，对吗？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趋势。第二最重要的就是财务上面的一个经济的自由。什么叫财富的这个经济上的自由呢？简单一句来讲啊，就是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是最简单。好多时候好像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哈，赚到钱了，生意非常好，就没有时间去休息，没有时间陪我的家人去旅游。但是生意不好的时候呢，我也没时间了，为什么？因为要跑生意了，去找生意了，对吗？所以啊，能得到自由吗？没有，可能钱得到了，但是自由没有得到。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呢、啊，都希望能得到一个财富的自由的，对吧？对。太棒。所以啊，那我们整个平台背后，我们的创办人有两位，是他们是一对的夫妇，男的他叫 Randy， 女的叫 Wendy。他们两个呢哈，以前呢都是在整个全球的通路了，非常有个非常好的经验。他们也是之前呢开创了一个电脑的软件的一个公司。那个时候呢，他们写了一个火箭发射的城市啊，当美国的 NASA 你没有听过吗？就是 iPhone 总数写了一个城市。所以呢，他们的这电脑网络呢一方面的经验呢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在2009年的9月9号9秒的时候就成立了杰斯环球。那几个平台呢？除了我们的老板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市场到底有什么的优势？第一，我们有个领先的生物的科技，因为现在我们杰斯的产品呢，到现在为止你在外面也买不到的，我们是用最高的一个科技来研发我们公司的产品。第二，这是全球性的通用的平台，因为我们的上面的模式呢是做教护师的网购，做网购很重要的要解决那个金流跟物流的问题，对吗？所以现在我们发展全球已经去了超过92个国家，已经超过了。所以只要什么全世界哪里的人，他要买东西，在我们的网站，还是今天如果你决定跟我们合作，在你的网站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的时候，我们的配送是全球超过92个国家，包括我们的中国大陆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呢，我们有那么多的非常优质的一个产品啊，背后研发的团队是非常的重要。现在我要介绍我们第一位的医生，他叫 Dr. Nathan Newman， 他是纽曼医生，在美国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来的。他在美国呢受好多的杂志、好多的电视台啊来采访他，为什么呢？因为人听啊，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厉害的、很棒的一个美整容的医生。那讲到整容啊，有没有一点担心？哎呀，是不是要开刀啊？要塞一点东西进去啊？不要，那一份Newman呢，他是个魔术手，他用成人干细胞的一个技术啊，把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状态恢复10年、20年之前。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医生。第二个他更厉害，他叫 Dr. Vincent Chan 爸爸，他是美国抗衰老之父，手上他在全球啊超过10个抗衰老的专利在他手上。还有就是他在美国当抗衰老的医生啊要考试的，那个试题啊是谁出的呢？就是他写的了。而最特别的呢，他是 NASA 也是美国太空总署的顾问的医生。所以呢，太空人他在太空吃什么的东西，哎，跟他也是有关的。那大家这个医生棒不棒？棒，非常棒啊！所以他研发杰斯的产品呢，我就不担心了。好，那其实我们的医生研发出来的我们的系列怎么了？我们叫一个细胞诱化的一个系统，
哎，不好意思，朋友啊，其实你听得懂我讲的国语吗？对不起啊，我在这里演出，我在讲 ，OK， 我比较关心你们的感受。那你听得懂吗？因为啊，好多人说什么天不怕地不怕，最怕香港人讲普通话。普通话 ，OK。所以我看到台下有好多人，你们不要怕 ，OK， 我不是人家的 ，OK。好，我再来哈、啊。所以我们这个丝瓜优化的系统呢，它能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的丝瓜呢，有三个的功能。第一，可以促进我们丝瓜的再生，延缓我们的老化，最重要能取得一个能量的一个平衡。因为有好多的东西，你吃太小也没用，对吗？你吃太多也不好的。那我们其实产品呢是刚刚好，喝到就是刚到好处 ，OK， 刚刚好，下到好处，对，啊，谢谢啊，谢谢。所以我们的产品呢，是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出来的。所以第一个系列的我们的产品呢，我们叫 Luminous。这个 Luminous 产品呢，在过去的四年半，已经在全球大卖了。那有一个，我其中讲一个的产品是我们的精华中间的这一瓶。我们看看这位女士，她用我们的产品呢用了19天的时间，你看还在她没有用之前，你看到眼睛上面的部分是不是很多皱纹，对不对？对。她用完19天呢，嘣，变了这样。如果你这样看出，你这样看的时候啊，像不像整个容啊？很像，对吧？但是没有啊。他就是19天擦我们的精华，已经恢复他的青春了。第二个更震撼，这位的朋友了，他叫 Winnie 呢，60多岁的一个女士。当时候啊，在4年多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产品，他就说：“哎，那几个产品那么的棒，是真的吗？如果是，我想试试看。”那当时候啊，他就想了，但是如果我几个天擦完，如果真的有效果了，我的朋友怎么知道以前我的样子是怎么样的？所以当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他怎么做？他就用半边脸。女士们，如果今天我说有个非常好的产品，要你用半边脸，你愿不愿意？你肯定愿意，对吧？那今天你太幸福了，今天不需要，因为已经有白老鼠了，已经在做了。OK， 好，我们来看哈，为你呢，他用我们的产品用了10个星期之中，这一边的皮肤呢，就用了我们的 Luminous， 我们的 Serum 精华，这一边就没有用的，很明显，你看到那个骨纹啊，是不是已经淡了好多啊？而且他的脸啊，是偏的在一边不平衡的。他的脸啊，你看到吗？所以有些人看，哎呀，你这个脸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你是不是中风啊？其实不是，所以当时他看到这样，哇，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马上跑去啊找他的医生的朋友。他的医生朋友呢，看到他这张脸，就说：“因为我是专业的医生，我不可能从你外面就能判断你用的产品的效果是怎么样。你介不介意？可以，我用一个医疗的仪器，那个 demo screw 来教你皮肤的底层，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可以啊。”然后我们来看，不叫这没问题，一照就下了啊。出来了，这个的效果。你看这一边是没有用的，一个60多岁的一个女士哈，她的皮肤是不是越来越薄，对吗？就看到那个维斯的血管，但是用了我们的 Luminous， 哇哦，你看那发光的地方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胶原蛋白，就是我们叫什么啊？那个 Baby Collagen。那这个 baby collagen 在哪里可以产生呢？就是在少女的时代才能产生的，怎么可能在一个60多岁的女士身上发生？所以当时她的医生看了之后，哇，太棒这个产品，最后这个医生呢也成为我们杰士的经销商了。OK， 所以呢，为什么全球的科学家都研究怎么可以搞到长生不老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我们看到有两个胶片，从我们20岁到70岁，整个老化的过程是不是这样的？到70岁，如果给我们有的选择，
你要选择在你50岁的时候，在你60岁的时候，你要上边的这张脸还是下面的这张脸？上面。是不是有人选上面啊？你讲的代表什么？啊，你不担心，我讲完产品了，我就跟你讲商机了，讲完了，你一定选什么？下面的一个脸，因为对未来已经充满希望了。OK， 好，第二个产品呢，就是从内到外的一个产品，我们叫配全精华research。我们里面呢用了有7种水果，天然水果的一个成分来提取它的最有效的那个东西，我们提取出来。第二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成分，我们叫白藜芦醇 resveratrol。我想问，在台湾大家有没有听过白藜芦醇？有。哇哦，有听过。我在1年前什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我妈妈炒菜的那个芦醇呢。来台湾啊，白藜芦醇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的抗氧化的一个成分，所以呢，我喝了这个果汁啊，就能帮助到我们身体了，那个能量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衡。但是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有白藜芦醇的产品啊，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冷冻的原冯的技术，因为我们这个果汁啊，我们在含在嘴里的时候啊，它是用我们的毛细血管啊黏膜去吸收的，所以这个吸收率是超过95%的，是现在市场里面吸收率最高的一个的产品。OK， 所以我们杰士的产品呢，是未来的科学，今天只有在这个平台才可以享受得到，保证在外面肯定买不到。现在啊，在这个时刻是买不到这样的产品的，所以有那么好的产品。就是什么？刚刚我讲要成功，就是第一，我要选一个叙事的平台；第二是什么？完善的一个系统是最重要。这个系统呢，就是我们 US 全球创富系统。这个系统，我们的创始人啊，就是一个我生命中的很重要的贵人，他是 Kim， 他是美籍的华人，从很小的时候他已经移民到美国，已经30多40年了。他在我心目中呢，因为刚刚我不是说在我过去的20年的创业的路上面已经搞到我不敢去梦，没有梦想，其实就是因为他，因为 Kim 把我的梦想重燃，我才可以用1年的时间成为杰士的钻石的总裁。所以 Kim 呢，他也是在整个的业界创造了一个记录，用最短的时间打到全球是92个国家。这位女士，她就是 Kim。之前呢，在今年的年初1月份的时候，也我们在台湾做了一个谈资旅。她在上一年也在台湾出了一本书，叫《让梦想飞翔》。但是不好的时候，这一本书已经卖光了，出了10天，所有已经卖光了。但是我建议，如果你的朋友有，你问你的朋友借过来，你可以看看。Kim 就是这个书的我们的作者。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系统那么的重要呢？我们比喻现在我们的 US 创富系统呢，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道行。有没有人开车的？请举手。开车的有啊，哇，非常的多。今天我想问你们，开车现在还有没有人看地图的？没有。很好笑哦。OK， 如果你走路看到那个司机在看地图啊，你会笑他。现在不用地图了，现在用什么？导航。对，我们用 GPS。你知道 GPS 的功能是什么吗？就是现在你要从这一点去到 B 点，你只要输入你的 B 点的地方的名称，它就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带到你走到你的终点，对不对？这个是 GPS 的系统。那我们这个系统呢，里面也是一样，因为在我们系统里面提供好多的知识，里面有好多的工具，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有好多的信息跟那个正能量可以发放出来。因为刚刚大家看我们的短片那个成功的密码，有看到最后是不是我们全球经常去巡回，对吗？我们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这一次刚刚从香港我们完了那个巡回，然后再去了马来西亚。
来到马来西亚，我们今天的中午才赶飞机，才从马来西亚赶过来台湾的。OK， 所以我们是干干的大。OK， 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的，真的。这几个市场，两个负面的能量太强了。OK， 我们吸收一点正的能量。所以呢，我说现在啊，这一个平台啊，是真正一个很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为什么？因为它包含了三点都是已经在里面了。一就是我们的产品呢，用最高的科技研发出来的产品。第二就是我们搞的网购，有没有人现在你的手机不能上网的，请你举手。啊，有的不敢举了，是吧 ？OK， 这个是趋势。所以啊，我们做的是网购啊，你要买什么东西，你知道，宝马、啊，很快就网，所有的门店啊，慢慢在全球了，切掉了，他怎么买宝马啊？上网买啊 ，OK， 上网买啊，然后最重要，当然啊，就是有一个完善的系统来配合。如果好多朋友听到，哎，那 OK Patrick 怎么做的？这个平台怎么发展的？第一步，你可以加盟我们的网店。第二，你是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套装，最适合我们自己的套装。如果你说加盟我们的网店有什么好处？第一，我们有多种语言的个人的网页，因为当你开了你的网店，在一分钟之后，马上你就有一个专属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网站，代表什么？代表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透过你的网站去购买我们非常优质的一个产品啊。另外，我们赚取的在台湾啊，我们上班还是做生意啊，在台湾本土啊，我们赚的是赚什么？赚台币，对吗？如果我说赚钱赚美金，用着用台币，爽不爽？爽啊！你有赚过美金吗？有。哦，都有啊。怪不得你说爽啊！我在杰斯，新的朋友有没有赚过美金啊？啊，可能没有，对吗？所以你不知道有多爽，你问一问带你来的朋友有多爽，你看看他的样子，你就知道了。啊 ，OK， 好。所以第二，就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套装。如果今天你了解了，你说，哎 ，Patrick， OK， 我已经觉得这个生意一起来合作了，那我们肯定选择一个什么一个年份的上路的套装。但是如果你说啊，我还没有准备哦，我就听到产品不错，我想先用一用公司的产品先，可不可以啊？可以，你就当成我们什么产品的受惠者，你就选择一个体验的套装就行了。好，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大家可能在等待。哎呀 ，Patrick， 你讲那么多，到底怎么赚钱啊？啊，你赚多少啊？那这个部分啊，我透露一点给大家啊清楚。不管是打工，不管是做生意，我们赚的是不是赚一种的收入，对吧？是。打工完了 ，OK， 月底了哈，还是月头了，老板就发工资给我们喽，这是一种的收入。但是在杰斯是一个非常革命的一个突破。因为有五种的收入给我们，分开两大类型。第一类型就是一个主动性的收入。什么叫主动啊？就是我们的消费的收入，还有一个推广的收入。代表什么呢？你不要误会啊，你听到哦那么好的产品啊，那是不是叫我介绍给朋友啊？对，叫你介绍给朋友，跟你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产品到底有多棒，分享我们的平台有多好。这不是跟你买产品，你不要误会啊！我今天不是教你啊，这个生意有的做，你拿一笔钱出来，然后怎么啊，就买一大堆的产品，用一个批发的进，然后零售的卖给朋友赚钱。我们不是，只是教你跟你的朋友分享，你就能得到我们首两种的一个奖金了。但是最吸引的是什么？是第三种的奖金。第三种呢是什么奖金？这个是市场的收入。这个奖金呢是让我睡不着的一个收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先问问大家，在台湾我们大家有没有玩那个 Facebook？ 有吗？有。念书都很流行的吗？在台湾在念书，如果哈你写了一个非常好的文章了，写完你就按一个赞，发了出去了，不是这样的，
哦，为什么要这个声音呢、啊？我配上，我配上去的啊，不好意思啊，刚才你们不懂哦。OK， 你发出去的时候啊，你的朋友是不是看到啊？他看到如果认同的，觉得非常棒，他给你一个什么？赞。对啊，好了，还没有完的这个事情啊。当他赞完之后，他觉得非常好，他也跟他的朋友去分享，可能哪些你不认识的，对吧？现在整个地球是圆的，是圆的。可能经过几个小时，经过一天的时间，你拿着手机出来看，哇哦！本来你只是有20多个朋友可能啊，但是你看到你发出来的文章啊，有几千个赞，你开不开心？开心。有什么好开心？没钱吗？没钱。那为什么那么开心？你的开心是哪个心灵上面的安慰，对吧？没有实在的回报，对不对？对。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讲，你把好的东西分享给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再分享，再分享，无限的分享下去啊，可能你认识的只是几个朋友，10多个朋友，但是在后面的千千万万，千军万马。千军万马的 OK， 他们都赞，都跟你有关，好不好啊？好。如果一个赞给你35块美金，好不好啊？好。所以让我说啊，真是让我睡不着的奖金。你知道现在每一天我的奖金啊，砰砰砰砰砰进来，我也不知道谁在买东西啊，我不认识他的。我当时我发我就是在这里有几个朋友啊，在这里发展这个生意的，我这里有6个的朋友发展这个生意的。现在我全球的网店已经去了超过20个国家，超过10000的网店了。哇！你知道我是哪一家的网店啊？我今天不能站在这里了，你去医院找我就好了。是吗 ？OK， 所以这个收入啊，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收入。但是你可以赚到多少？每一个月我们能赚到是26250美金，每一个星期，每一周20000多美金，代表一个月了已经超过10万美金了。如果10万美金一个月，朋友，台币等于多少啊？300万。300多万台币，对吧？如果他真的有一个机会给你赚，可以哎，300多万台币一个月，好不好？好。啊，你比较真的，我要给你一个掌声。台下真的特别的热情，你知道我在香港讲啊，我说港币80多万，哎，80多万一个月好不好啊？你知道香港的人反应是怎么样？赞 ，OK 了 ，OK 好了，那80多万港币一个月啊，这样子啊 ，OK， 所以啊、哦，这个我说。不是，它不是一个百年一遇的一个机会，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因为杰斯已经发展4年多，去了全球已经90多个国家，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系统已经证明了，在全球那么多的国家，已经创造了好多的美元的百万富翁，已经产生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系统已经是认证的了，已经被证明的了，我们的系统。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光碟啊，成功的密码，在最后你看到我们非常的开心的，我们经常的在传球了去巡回，所以每一次了我们这个巡回啊，都会带到有好多在海外非常成功的领袖，而且我们会做一个交流，这跟本地的，好像这次我们来到台湾，也跟本地的那个领袖了，我们做一点的交流，就是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合作整个的生意。所以呢，难得今天有这个机会，我相信大家想不想听听成功的人的一个故事，从他之前没有变成今天我们杰斯的总裁，你们要不要听一听他们的分享？要不要？要。那好，我今天邀请几位的朋友出来了，跟大家分享，在过去啊，在杰斯整条路，他到底怎么走过来的啊？第一位呢，我想邀请呢，是来自我们台湾宝岛的，他过去啊，就是做美容的代理的一个生意，做得非常的成功，在09年年底的时候，他就确认了一个使命，就是什么？要改变。当时他就决定要发展杰斯，
然后今天呢，他已经成为我们杰斯台湾的绿宝石的总裁。接下来用大家的掌声欢迎我们来自台湾的潘瑜珍老师。台湾对岸的几个国家，对面是哪里？中国大陆的。OK， 他之前呢在报社里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OK， 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而且在整个钻石的前推啊，也是跟我们一路了在一起的。他在杰斯也是最早用最短的时间成为我们的红宝石的总裁，但是今天他当然不是红宝石了，今天他已经成为我们杰斯的钻石的总裁。接下来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来自中国的黄金丽黄总。我看到手指啊，我看到哎，那么的优雅的，你是做什么什么生意的？做什么行业的？哦，了解之下了啊，原来他是钢琴的老师。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来自台湾宝岛的绿宝石总裁黄欣怡老师。这个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非常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他是我十多年的好朋友，我能今天有这个机会就是因为他，因为他用了3年的时间来介绍我过来杰斯的平台，最后我看通了这一位啊，也是我们香港第一个的钻石。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好朋友香港的首钻。最后一位，几个人呢？如果我是女生啊，最麻烦了，因为我结婚了已经啊，潘欣怡啊，我们有个代号给她，她叫什么呢？男生最重要是什么？第一，有高，好像我一样的。OK， 第一要高，哎，你们代表什么颜色？第一要高，第二要有钱，就是富，对吗？第三最重要是帅，所以呢，我们在全球的 OK 也称他高富帅，来自美国的钻石总裁，我们的潘瑜珍。第一位来的是潘老师，谢谢，谢谢。各位台湾的伙伴跟新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好开心哦，我们可以跟随我们这些国际领导者在他们身边学习。那这次也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台湾跟我们做指导。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我叫潘瑜珍，那我是住在台湾的屏东最南部的一个地方。那我在2009年的10月底，在一个因缘机会之下去接触我美商杰斯公司。我之前是从事美容保养的总代理，我从事美容工作已经快20多年了。那其实就像我们刚 Patrick 老师讲的，人生在创业的过程里面起起伏伏。其实在创业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我家里其实小时候非常非常的凄惨，所以我的一个学生的时代都在打工。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学生毕业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要打工，我绝对不要去上班领死薪水。所以其实我一毕业我就自己创业当老板。那在创业的过程里面真的非常辛苦，其实有时候你要担心房租，
要担心人事管销，然后有时候业绩高一点开心一点，但是你又不敢花钱，为什么？你要留着，有时候生意不好的时候周转用。所以其实赚了一些钱，但是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享受人生。那以前我学会记账，我每花了一块钱我都要记下来，我只要翻到我以前的那个账簿，我就知道说哇，我以前是多么的辛苦过的日子。那其实人生都有一些梦想，我非常爱旅游，我非常想要环游世界。然后其实我只生一个女儿，我也希望给我女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求学的一个过程里面，不要说妈妈我想要出国留学然后没有钱。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努力，然后在这一路过程里面真的是也是跌跌撞撞。然后在人生的最谷底的时候，因为我在遇到杰斯的前半年刚好遇到我们南部有一个八八水灾，各位知道吗？啊，那时候真的是我们南部的那个整个经济景气真的是跌到谷底。我整整一个月我没有接到半通电话是客户要来订货的，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慌。那我真的不知道说，那我是到底是要把工作把我的事业结束掉去上班呢，还是要做什么哈？那其实有一点年龄呢，其实你要去工作，其实只能做什么？我自己都疑问，我说那我那时候到底能做什么？可能就是去餐厅打工了，好。所以其实在那时候接触杰斯的时候，第一个我是用他的产品心动，因为我很多客户都要找寻一个非常非常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那我那时候就是像我们那个照片一样，那个使用半边脸把自己当白老鼠，因为我要确定这个产品真的有效，所以我使用半边脸，结果哇，一个礼拜两边脸就高低不一样，然后我就开始分享，我就非常兴奋分享，结果分享的过程里面是百发百中，我就觉得说哇，哪有一个产品这么好，这么容易去推广它的。然后我在评估它的整个平台，然后整个制度，我就非常开心，因为我终于找到我想要能够改变我人生的一个机会。那时候我就紧抓不放，我就蒙着眼睛，然后耳朵捂起来，多少的冷水泼我，人家说那个组织行销不能做啦，什么你不是这一块料，非常非常多的冷水。然后其实我都不管，因为我觉得可能人生这是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所以我就努力的往前冲。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四年的过程里面，其实也给我人生非常大的翻转。我从零完全都没有一些积蓄，然后到今年我终于可以买下在南部买下1000多万的房子，然后又买了车子。然后我也顺利让我女儿去澳洲游学回来，我就觉得说其实人生真的因为遇到杰斯而有所不同。然后现在其实要买很多东西你根本不用去考虑价格，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要去哪个国家机票一买就飞了。那当然其实我们的一个小小改变其实只是告诉我们，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可能，你只要遇到一个机会，你只要紧抓不放，你绝对可以达成你人生的一个理想跟梦想。当然我希望在座的很多的新朋友跟伙伴们，真的杰斯是一个人生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抓住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在这个平台好好发挥，然后绝对可以让各位美梦成真。在这边预祝各位都可以成为杰斯的战士，谢谢。台湾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台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说明会，居然二楼还有观众今天来到台湾我觉得特别的荣幸，非常感谢我们杰斯台湾公司的行政团队为我们组织这么好的一个场地，也非常感谢我们杰斯这个在台湾的伙伴能够组织的这么有条有理。所以我想呢，今天能站在这儿呢，我觉得与其和大家分享，不如向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个生意模式。我呢以前呢在部队工作，
后来呢就是来到了报社，在报社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当中呢，我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写啊一些成功的企业的案例，还有一些成功这个失败企业的原因。啊，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我去和我的同事一起去采访中国有一个水的品牌叫娃哈哈，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哈。当年我们去采访，还不是特别知名的娃哈哈的老板叫钟庆后。当时我们就问他，说钟总，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技巧，可以让这么多的水品牌，你未来可以成为比较好的领导品牌？当时呢，我们比较单纯，没有任何生意的头脑，他就说了几个字，啊，他说买得起，买得到，愿意买。后来呢，我们就围绕着他的九个字去写，啊，买得起啊就便宜嘛，买得到就渠道广嘛，愿意买需求量大嘛，所以呢，我们就是朝着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出来，啊，叫娃哈哈帝国。后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又过了好多年之后，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有这样的机会去做一家公司，或者是从事一项事业，我说我一定要记住曾经啊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总结出来的经验，啊，特别是他们成功的经验。所以呢，经过我们研究之后啊，我发现做一个企业要想成功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优质的产品，啊，第二个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团队，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系统。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说今天杰斯这个平台，为什么说我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啊，你看了那么多成功的企业的成功原因啊，研究了那么多企业的失败的案例之后，最后我选择和杰斯合作。严格意义上讲，在和杰斯合作之前，我是一个叫大陆话叫愤青，大家知道愤青吗？知道。啊，就看到别人有钱，心里不舒服的那种人叫愤青。然后呢，觉得自己满腹经纶，但是呢，得不到这个市场的验证和发挥，啊，所以呢，我们在2011年到了美国去考察杰斯公司，但是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呢，我发现杰斯公司完全符合我个人所总结七八年的一个人理论，啊，就是优质的产品，啊，然后呢，高效的团队，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模式。所以我想呢，你看今天杰斯的产品，我们在台上还有刚才的所有的影片都已经介绍，啊，我们的产品是非常的，可以在市场上完全会说话，啊，所以我就在这一点上各位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主要讲的呢就是一个系统，啊，刚才我讲的。盈利模式很关键啊！盈利模式，刚才我们的 Patrick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我们有五大收入模式，每一项收入模式在目前这个行业和在互联网行业都是非常创新的啊。我想呢，如果你真的想有兴趣的了解，你可以接下来认真的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盈利点、分红点啊。关键今天呢，就是这个系统、这个平台啊。我们在国内啊，就是很多中小企业主，就是小老板啊。他们开公司开个两三年之后呢，发现开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培养的副总、业务总监出去又开了一家和他一模一样的公司。你们在台湾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符合这个理论，因为他的产品很容易被模仿，他的团队不够团结，而且呢，关键是他盈利模式，老板赚了钱，员工没有赚到钱，甚至他的股东赚钱都很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今天的杰斯应该说完全符合了优质的产品啊，还有强有力的团队，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想呢，今天如果你的情况和我差不多，如果今天你也有一个梦想，不满足于现状，对未来还有展望，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企业主，还想对自己的未来还有更大的一个发展，我想呢，今天你来到这里没有错，请你选择杰斯，杰斯绝对让你梦想成真。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亲爱的杰斯家人，以及来自海外的卓越钻石们，大家晚上好。好，谢谢。
我叫黄心怡，来自新北市永和。原本呢是在教爵士钢琴，然后呢，在2009年的12月25号，一个机缘，也因为一个简单的相信，没想到简单还真的是不简单。我原本呢只是一个换品牌概念，没想到呢，竟然用到省钱，用到不要再花钱，甚至呢用到赚大钱。所以呢，我透过3年的分享，3年的努力，竟然让我的年收入变成现在的月收入，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呢？谢谢。其实前面进来的半年呢，因为我是因为被产品感动，然后呢，我就是一直在分享产品，然后就是有一次呢，参加就是澳门威尼斯的酒店的一场，就是一个大会，那来了一场就是那个中国大陆方生教授的演讲。我还记得方生教授他上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上帝的公平。之后呢，他在课程当中，他秀出了一牌子，深深的打动我。从网络经济视角来看集思，他谈到一个支点，一个角度，角度决定空间。他谈到空间，其实很多人他提醒大家不要一直焦点一直在放在我们的商品，商品是毋庸置疑的，应该是放在杰斯的优势的平台。当时呢，我想不得了了，我弹钢琴不可能弹到月入100万，因为烤地瓜的是绝对打不赢炸薯条的。因此呢，我们回来，谢谢。我想不得了，我终于可以来成为一个企业家，因为杰斯是一个全球网络平台，交互式网购。我回来做一个动作，我把我床铺前面的电视机刚买的，我把它移除掉了，因为我知道当我看到商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因此呢，我真的很开心，不仅我在杰斯这个事业里面，我能够在这个4年当中，我买2间房子，然后呢，也通过杰斯的这个平台，我去过好几个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美国2次，夏威夷2次，澳洲，以及地中海。谈到地中海呢，让我刚好我就是跟那个又是跟方生教授在一起。有那个罗马，方生教授跟我说：“心怡，你知道杰斯公司的优势是哪里的？”我说：“我知道，是平台。”他说：“对的。”那如果有人跟你提到说杰斯公司的产品好不好，你跟他回答：“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了，如果杰斯公司的产品不好，怎么能够让90几个国家人在使用这个商品呢？而且都是先进国家。”那你知道杰斯公司卖的是什么东西吗？他说，我说请方教授指示。他跟我说，杰斯公司卖的是2个字，叫做趋势。趋势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接不接受，挡都挡不住。因为未来你不可能叫你的儿女不要上网。所以呢，让我深深体会到，哦，原来企业家跟上班族之所以最大的不同，是因为上班族是用他们有限的时间赚有限的钱，可是呢，企业家呢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做赚无可预估的收入。所以各位朋友，选择真的比努力还重要。杰斯公司不仅可以让平凡的人拥有不平凡的收入，它更会让心中有抱负的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成就他们的梦想。因此在这个地方，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能够透过杰斯的商品能够老化到今天，美丽到永远。透过杰斯的平台，改写你们的人生，实现你们的梦想。谢谢。各位台湾的朋友大家好。好，商品的朋友你们好。
我以前在香港看这个演唱会，有个歌星三天的朋友，你们好，这一次我终于试过了。谢谢你。那你们要准备好啊，也是香港人说普通话。我叫 Harris。我叫 Harris， 香港过来的。我以前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在IBM 这些大公司的做事的，做了大概工程师做了15年。其实我刚出来做事的时候呢，读完书出来做事的时候呢，我要基本上我有三个梦想。第一个呢就是买一台欧洲车，第二呢就是去世界很多地方，去不同的国家，去认识哪边的朋友，去看看当地的文化，然后买一间大的房子跟我家人一起住。因为香港的房子的楼价很贵啊，所以呢我从小到大就有这三个梦想。我的工作，以前的工作呢，工程师听起来很好听啊，但是也是跟大部分的人一样是小帮主。我工作了10多年了，刚才跟你们说的三个梦想一个都没有实现啊，而且也看不到未来，如果继续我的工作，看不到将来也可以实现。我比较幸运，我在几年前认识到 Kim 就是刚才其实这个有个 banner 这个女士啊，她介绍爵士这个平台给我认识，也带我进她的成功的系统 US 创富系统。这过去几年了，我边学边做，我在去年的10月份成为一个钻石的总裁。我刚3月份的收入大概是我以前工程师的25倍。我过去4年了，公司也请我到美国2次、欧洲、Australia， 我分不清欧洲跟欧洲，Europe 跟 Australia， 还有东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认识的。台湾也有，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我在2012年买了一台 Benz 欧洲车。我去年买了一台7座位的豪华车，但是我发现呢，买了2台车之后呢，我其实不太喜欢扎车，不太喜欢开车，所以我上个月呢找到方法了，我请了一个司机帮我开车。大家别误会啊，我不是炫耀什么，我只想告诉他，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以前是一个工程师，没有做过销售工作，也没有做过生意的。你看我说话的不太流畅的，我也有机会有一点小小的成绩，就是呢，这是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创富系统，让我这个普通人也有机会占有一些不普通的收入，还有实现我的梦想。我希望如果有新朋友在这里的话呢，你们要认真去了解这个生意，跟大你的朋友去了解这个生意。希望有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台湾的朋友晚上好。今天不会唱歌。没有啊，我叫 Samson， 姓李，我是香港人，我是去美国，你们去美国30几年了。小的时候呢，跟爸爸妈妈去美国呢，也没有什么梦。其实，在美国，你们应该听过美国有一个东西叫美国梦嘛，对不对？
所以我在美国长大，看到很多人哦，有很大的改变，其实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所以我决定，本来呢，我很像Stacy 一样，想上大学的时候学钢琴，其实我以前打过钢琴的，但我觉得那是年轻人想嘛，其实如果音乐那行呢，也有钱赚的，所以我跟我爸爸大学做生意嘛，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开始跟我爸爸开一个房地产的公司，几年后有一个朋友找我开家具店，所以我们家具店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意嘛，零售嘛，买低卖高嘛，对不对？所以闪一闪眼睛，过十年后我已经开三个家具店，那个时候呢我要做全球生意呢都有高高低低，不是人高高低低，我已经很高，其实是跟经济有高高低低，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跟很多老板一样都是用摸索的方法去做，所以十年后呢我发现呢这个行业呢不行，市场已经改变了，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大概十年前我退出那个行业，那个时候呢我很幸运，就是我的很好的身边的朋友也是我的贵人，我们西头的创办人 Kim Hui， Kim 的背景都很像我，然后香港去美国30几年，他真的是白手一家，白手起家，对不对啊？我又翻译一下，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认识他，我跟他做朋友，因为要朋友呢都为什么跟他做朋友？我不是他有钱而已啊，他是有很好的心，真的。我看到他跟他的先生在美国有做很多慈善，帮很多人，还有在生意上面呢很愿意用心去带更多很多朋友，成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他两年赚几百万美金。是什么生意啊？我是很奇怪，因为我知道都有那个趋势，互联网的趋势，所以5年前那个公司的老板打电话跟他说，哎，他要开第二个公司叫美商杰士，请问我要不要做，我马上要，我要，所以我所有的生意都放掉，没有其他的收入，我问 Kim， OK， 我愿意全力以赴，但你求你好好教我嘛，因为一生人创业20多年，也可以说成功过、失败过、赚过钱、赔过钱。要有时候，如果你做很多次都未必很累。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没有什么梦想啊。其实我看到那个机会，我知道我会成功，因为我跟一个很成功的人合作，都没有想，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住在一个房间的 apartment， 然后很普通的车，几年后什么都有。那个时候我单身嘛，老婆都找到，在这个生意里面买房子，因为然后老婆嘛，你知道，太太要求一点要求嘛，所以我把美商杰士赚到钱，买一个6个房间的豪宅，然后。还有以前我开那个 Honda 是可以的车，其实有老婆玩，所以要 upgrade 一下，要买好一点，把保时捷跟 BMW 现在一个七人的车跟 Harris 一样，所以还有经过那个过程，那4年内我去过20多国家，有时候呢，我们有好几个钻石在台上。那个时候我们开始2009年开始什么钻石都不知道，没有人做钻石吗？所以呢我没有想太多，其实钻石呢真的说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可以一年内赚100万美金，财富自由，一生人的改变，我是个受益者，所以希望这个我们很荣幸可以来台湾，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这个机会，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谢谢。谢谢，谢谢，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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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OK， 我们掌声，谢谢，感谢我们的绿宝石总裁、钻石总裁，请他们先坐坐，谢谢。所以呢，有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听成功人士的一个分享，会启发我好多的东西。好像我追访的时候来接师，我也是听过有部分的我们总裁跟我一点的分享，启发了我很大的一个思维。OK， 让我呢可以重新再出发。所以哈，最重要的我们是什么？看到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你不抓住它，它就会走的了。好的机会不等人，所以朋友，如果你真正好像最早的时候我说要用你自己的双手去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我相信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对吗？在2009年的九月份之前 ，Harris， 我的朋友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Harris， 我们钻石总裁，他就跟我说爵士的生意。但是啊，当时我的生意呢是如日方中的，是非常好，我当时候很赚钱，所以啊，那时候我就没有理他，我就问他两个问题，我就问他，哎，产品到底有什么效果？他跟我说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用过。我知道啊，因为产品还没有到，公司还没有开，他是香港第一个人来的。然后我就问他，哎，那你讲的那么赚钱，你赚多少啊？你看到他很老实的吗？没有啊，贝克。那然后我心里呢，我在讲什么？我送给他两个字，我就心里面讲滚啦。意思是什么呢？祝你好运。谁猜得到，3年之后，他真正好运，成为我们钻石的总裁。